所以可以晒晒太阳啊。要干国宝级棺木，金牛，看完这书再过去。只有一站哦，全台湾哦，后面算过来第三个，旭日东山。不用垫脚了，我没有垫脚。是啊，那刚刚好。你还没有体验吗？对啊。哦，赶快给你体验三次。不是动就太慢，因为太要出来。我就出来了。关注。出来了。买哪里？我操！哇，他是。看看，你看看。好厉害。啊，你这个手擦了对不对？他是真的在跳，还是我眼睛有问题？这一边没长。有在跳啊？对啊，但是这边会变很细的。我进来的。你没有带手机啊？那赶快拍呀！今天算不错的，昨天有太阳，过去的三天都下雨。大哥，先看日出，出来了。你们太幸运了，我看不到荧幕了。三十年没有那么幸运的。你看那里漂亮吗？没有。你们马来西亚的深山里没有太阳。吸水光。没有去看过。那里就吵了。因为台湾的日出很，这个很。它是东北亚最高哦，哪里的东南亚最高？你要设一个平台叫人家去看的，发展观光。超大电灯。哇 ，LED。有没有在跳？跳很快，你看。是我眼睛有病。外面一个岩浆，一个岩浆，就是跳动的速度。我只看到一直有那个。就残影。对啊。哇、哦，现在跳很快，因为人圈很多。旁边是上，旁边是在上八村。啊！他们说戴太阳镜没用。你们要买精油的要注意啊，只提供六十支，六十份奖励，没有不到就不参加。太贵了。